不是哦，哎，我的不妈是呢？啦，你猫刚不是收走吗？我招出来，它瞬间就不见了。要跑去哪了？妈妈，你怎么躲在角落？妈妈，内身，内身。力气好啊，不会？啊，穿着一个衣服。有够久盖呢。天啊你！那跟我猫讲啊，猫猫跟你 say hello。喂，我忘记了，鞋子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脱。可以啊，你可以弄耶！个冰霜行者，没有弄不到那个啊，深海漫游。哎，我们的那个魔法书还需要用到吗？魔法书，No，就我们应该就差是。不多应该要准备封印我们的魔杖，下一次就封印，好不好？今好天你还可以啊，玩一下，但是呢，今天还可以玩一下，但是就说不能起用治疗，治疗太 OP 了。来。好啊，把东西放上，出门。出门喽。走啊，第一门。测试一你下，还好确定还可以？啦！你第一个拉自己收，我刚不是捞起来了吗？你第一个拉自己收，我整个傻啊，眼，大傻眼，送回走，去，大傻眼，你这两个干脆顺便赚了，大傻眼，傻爆眼，收莫完名其收，妙，莫名其你妙，哦，为什么飞起来？自己走弄的吧。了。走了走啊走啊走！走了，我的法杖，法杖在这，等一下吗？法杖呢？哎，怎么了？不要啦！哎，我的火把嘞？这个什么用？你干嘛？走了，走啊走！走了，不要了，这什么？哦，是走你啊！走走了。走！啊，好烦呐、啊！等一下，来来，走去地狱，好不好？我们要走到哪里？你觉得？哎、欸，你不选是，一个方向啊？那刚我们没有带黑曜石跟我没带，那不行啊，回去。黑曜石家里有吗？好像没有哎、欸。没有恶灵牛吗？排，打是我火去石看我啊。有。哎、啊，你有撰稿吗？你挖一下这里的、啊。没有撰稿啊。我就是没有啊，对吼，没有那个啊，了。我刚刚牛排传回去，你帮我拿牛排。牛排哦，在我身上就是。哇，你还有钻石吗？哦，我有做啊，铁镐了。没关系，我挖我挖，哎、欸，效率四的撰稿，挖黑曜石效也是率要一是段时间呢、欸。有啊。欸。黑曜石果然厉害，挖也可以更快，可是你不觉得更快？你不觉得很快很可怕吗？没有很可怕，有啊，很没可有，怕。有快但没有可怕。黑曜石，我等下。黑曜，有啦，我就说我在挖了，你可以回来了，然后给我还我牛排。来了。这旧的就拆掉的啊。哦，你还在你的那箱子里哦？什么箱子？收 猫咪的吗？猫咪，猫咪，猫咪，对。猫咪在家，你猫咪呢？你这样子啊？哦，好羞哦，好羞哦！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啦？猫咪呢？它在……你哦，这有你怎够么那么……强哎！然后哎，也不不行，要猫把牛咪！排还给我。你又还没饿，饿在哪里？了，这么我的快心吗？太饿了，我心里很伤心，过又来，饿。耶、你是爱来了喂？哇，来了哎啦！呦，地狱会有僵尸哎，幻形师，哪时来的？猪人，我记得好像还没有，还没，哎呦呦呦呦，认住，
那这叫什么？这叫什么？猪人也有特别的、欸，妈妈，贯通者。嗯，这个啊，这个啊，贯通者，能够认住。哎、欸，这样这样这样，我牛排。我现在牛排。耶、yeah ！哪一只？这只啊，这只啊，都长得很像你的，认住。凶爸爸。嘿，这里就没凶了。你很坏，我很乖，我很棒。那你有记那个点吗？没有啊，没有啊。那我们怎么回来？记下，记下啊，去啊。生气了，他们生气气了啦。哎哎，我被打了，很痛，很痛，很痛啊妈！五四三，你就在这里看戏。4349，我在记点哦。你在看戏？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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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你在看戏？等一下吧。你在看戏？哎，尤影尤影来了，尤影是尤影，尤影吗？他想揍你。哪里？后面那里有尤影。我怎么又半血了？问号。尤影啊，很强。哎呦呦！这些地狱猪人，我觉得不能留哎，他们给我们造成这样的伤害，我是不是要给他们一点厉害尝尝？厉害！走开，走开！哎，哦，打到小丑鱼，猪人肉，嘿，走开！猪小丑鱼？对啊，贯通者，认住！哦，解决了。怎么一堆？炸死你们！是什么？哦！炸死你们！哎呦呦呦！哎！哦，那什么？不死猪哦哦，所以那个认住是这样啦，那他复活猪人啊，他死了又会复活，因为他手上拿不死图腾。那他重新复活的还有拿吗？就没拿啦，就用掉啦。好吧，去哦，白痴哎！我真的满到爆了，猪人肉！他们怎么又生气了啦？气什么气？那、啊、气什么气？复活了不起啊！贯通者，哇、哦，我被反击耶！哎、欸，我用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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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勇敢哦？对啊，厉害吧？用死他，用死他！就不能乱炸哎、欸！用死他！这里会造一个坑。用死他！哪哇！炸死他！让他死者苏醒！哎，弄错斧头！哎呦，解决！怎么越打越多的感觉啊？他们是会自己生啊？我快走不完啦！我走得了吗？哎，送那个金刃，金斧头，哎，一堆小丑鱼，猪人肉汤，好家伙！还 OK， 还 OK。好了，我们走吗？这里就 Q Boy，、啊、就 Q Boy。师傅怕姐夫，我不要炸了，没血了啦！别再怕了。这里小字叫什么？哎、啊欸，这里有一个不一样的、欸。不一样的，看看。嗯。刚刚我好像有看到啊，叫做什么？重。种完对，然后血就还蛮多的，会掉那个猪、欸、猪肉，掉猪肉，对啊，因为它走很慢啊，所以其实不用怕，还蛮好笑的，哎、欸，两下就死了，弟弟里跑出好多，是你的太强是不是？我因为我那个副不死氪金专门克制它、哦，干什么、啊？干什么、啊？哦，没见过不死氪金巧克力吗？我可是什么骷髅杀手。骷髅杀手，骷髅杀手。即便你不是骷髅，照样杀。来，我们持续走，好不好？就往这个方向了。感觉卡卡的。喂，趁我们还可以用旧的、啊，顺动术吗？别忘了。哦，顺动术干嘛？是哎，我摔倒了，好痛啊！干嘛？嗯，治疗药水快用完了。这里有发光的、欸。哎、欸，你在哪啊？哎、欸，你怎么一下秀就不见了？是你人呢？我在这个发光，哦，怎么了？
我看到一个这个发光的这个猪人，他刚用了一个超级大的剑。好，我直接过去你那里看看好了。没有的，发光的猪人听起来。那边不是、啊，那就是 boss 啊！哇，这什么东西？超帅！妈，解决他，他是猪刃王。对啊，我想射他可以吗？我要射他哦。好，用弓箭射，弓箭射是不是？是啊。不行啊，用魔法，不能用魔法。啊，他爆开啊！可是他还是快，不能用魔法。用魔法的话。太犯规了，我们要靠自己。这怎么那么爽？烈焰神也来了，你交给你，前面交给你，后面交给我。烈焰神，我们就可以用魔法了。哎，哦，哎，炸炸炸炸！被他那个大剑打到，会好痛。可能会，会。我解决一个烈焰神。我想过去打他。过去啊，不要畏惧。哦，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猪猪猪猪猪！我被烧到。你打了吗？你打了吗？我怕我打到掉下去。不会打上了吗？上啊！发挥出你的本领。我不想让它掉下去。你不要让它掉下去啊！我从这方向打过去，打打打。射它吗？可以啊，那你射。哦，哇，帅！帅帅啊！不要把它打死，看那个效果。快点！我战斗了，好烦哦！我还有一个猪叫声，怎么了？怎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挥我一下，我就死了。他挥我一下，我就死了。不是啊，可是他那个攻击力，你看武器，他只是一个击退式的武器而已。哦，对啊，我不知道，死了。好痛啊！我整个大傻眼哎！好痛。你莫名的就死了。死掉了吗？对啊。我打算。吓死吗？你们。看来。哎，我这个。猪猪界的强者还是他、啊，我还要再用那个大刀了。我可以 TP 你吗？可以，可以，可以。你快离开！我要射箭。哎。看我，哇、哦！所以他是召唤一个巨大的僵尸，然后杀过去。看出你的把戏了啊，猪人王！看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由上而下，这好猛哦，这好猛！一发这好说好说好说，我也觉得我自己不是你，好啊，都不是我啊，是你，对你当然也是。哎，他绕跑了啦，他绕跑了，他这样子没办法跟他打，怎么办吗？对啊，他跑很快吗？不是，他跑到那个岩浆区啊。干嘛啦？这样我们，哦，他还刷那个岩浆，好帅哦！这样打死他的东西就会都喷光哎、欸。哦，怎么办？啊？我们需要思考一下，你有没有来帮我？我想去啊，可是我看不到你在哪。你刚刚下面啊，最下面啊。你在下面。我就说岩浆区难道会在上面吗？哎，看一下，他在很努力的走过来。哦，我看到了你。呦，加油，猪猪！哎，哇，你快要走过来了，他有点爬不上来啊。他在边边哦。要让你爬上来，加油！猪猪王，加油！你是不是陷下去了，猪猪王？他，呜！再见！吓到我！他剑好猛哦！加油啊，上来啊！哎呦呦呦，上来！等，走开啦你！你知道我妈是谁吗？真正的猪猪妈妈，有没有？哎，有一只！哎，不是，是我。看错！吓到我！中。哇、哦，还、欸、不错，四个金苹果，四个金苹果，有没有吃了？给我一个，吃，吃了金苹果有没有就会有什么两个吸收效果的这个爱心有没有黄色的？所以稍微被弄到也没关系。不要！哎、欸，你这样子，哎呦呦，刚好，没事，好不好？这样就把那个吸收效果弄掉了。对啊，坏。不要丢垃圾给我！哎、欸，人家是铁小姐，你怎么可以说人家垃圾？你才垃圾！你
有，刚刚也丢了很多。那我把它炸掉啊！你要炸掉，炸掉。炸。好啦，我们要准备我们的煮过头了啦。我们今天先在这里，没办法，我们还有很多行程要跑。你为什么要上去就说这里？你就这里的意思就是这里，你就要跑到别边。你现在怎样？你现在怎样？为什么？哦，要不要下来？我下来，我的那个不见了。哎呦哎呦！你什么东西不见了？那个魔法杖变成那个了。没关系啊，下一次就没有魔法杖啦。嗯，对。这魔法杖。下一次还是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啊，因为他在地狱的那个圣洞有点方便。为了这个吗？方便我们行动，那么说不定下次就只能用这个啊。那我们要准备我们的 Overcooked 啦，所以我们先来个结尾吧。嗯，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想不到，我以为猪猪之王只有一个，今天感受到了另一股的猪猪之力。希望大家还会喜欢今天的妈妈恰恰，我是巧克力。